顿，电话声，这节奏，我你的这个呆瓜，新一代国标之王呆瓜诞生，梦幻群雄十六强，鱼岛极限大客雪山，大唐可以说是扫谁谁倒，太残暴了，光辉给了大唐啊。那么小死一发入魂，哇操，这伤害侵蚀虽然被大磕，但这个侵蚀伤害也太高了，扛不住。对面法系看能不能舔，法系舔的话就稳舔。鱼岛的法宝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垃圾，什么叫丢了等于白丢。好，出了一次163啊，宝宝平 A， 点杀成功，观战神木林。雪山大王比较倒霉啊，他妈叠了那么多把没出漫天，鱼岛说三漫天了，我刚说话音刚落，最后一把漫天出了。这个大唐阴阵极限大克三漫天输出加成达到了多少呢？给你们算一算，加上扶正的话，关键那边大唐输出加成达到23%，大克加10%，33%，再加三把漫天15%，啊，48%的输出加成，再加什么金刚魔镜侵蚀，可以说是啊扫谁谁死。这把来了，小死点杀，对面大唐官府。电魂闪去防御圈，去金刚，掉没掉？没掉啊！扫了3100，第三刀，第四刀啊！贴住，大唐没有金刚啊！观战法器速度没有对面快，星级五啊，6300拿下。好，先推金刚，推金刚点杀了啊！推金刚是要干了，干赢，不会直接干女儿吧？呆瓜，呆瓜很疯狂的，呆瓜。啊，点法系啊，点法系是最实用的，也是最容易点死的。第一刀贴，第二刀3500，第三刀暴击，第四刀直接打神，对面法系快啊，秒了一波。关键法系没有出手，荆棘五再神，宝宝一块会有些随机啊。这只是善恶直接跟了，对面快大狼侵蚀了，怎么说？直接点化身吗？啊，这个呆瓜，呆瓜非常猛，呆瓜，我们看呆瓜有没有猛，猛不猛？小死女儿也没中啊。给真了，伤害绝对 OK 啊，4000-5000，这个伤害是已经高出了一片天际，最后一道7000，直接空个 glass， 法系加上先力激发5层风铃，风卷残云，卷到两只宝宝，9000-8000，这时候宝宝质量升的是啊太关键了，这宝宝质量没得说，稍微差一点也差点意识也不行。节奏鱼岛这边，哎呦，这把点了，但是大唐速度对面直接要被空了，两刀啊，没有大唐速度，是我了，阿三扛不住了，麻方鼓不到了，这把亲，这没死女儿好像死不了这血量啊，死不了吧？善宝。法系侵蚀抗风，卧槽，这一波啊，麻方和尚可能有点保不住了，对面和尚起苍白，小死亡女儿村啊，女儿村也可以给剑吗？点死女儿要两把双眼，这什么概念？给剑直接死，你有本事给我弹起来看看，弹啊，弹飞一只宝宝啊，弹不起来了。女儿村有神佑的话可以弹起来了，见死了。侵蚀星级五抽宝宝又掉一只，还有3下打满了，这难受了。麻方这啊怎么搞？这麻方麻了。好，大唐又触发侵蚀啊，侵蚀王皇侵蚀搞个胶儿砸盾点化身，这节奏我你的这个呆瓜。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，大便他妈被有啥用？这和尚啊，皇神就是神起还能神，大哥不是吧？善宝洗不了啊！落雨金钱啊，这把打死了 ，OK。点拉啊，渡劫大行防一手反点很细。
和尚起来先立盾，延长两个五。哦哟，又侵蚀了，不是吧？再来，又点化身吧，大哥。没必要吧？和尚要推拿了，这把应该不会推拿吧？好，笑地府，和尚放过，和尚死了，地府肯定是够怒的啊。拉推拿了啊，真推拿了，不推拿那要敲了啊，推满了啊，一万三千血。点法系啊，小死亡还没中，空是肯定空切了啊。第一刀，法系都防御了，一千七，三千，伤害太高。给和尚塞两个，害怕和尚死，法系一把秒对面死了，一只鬼魂也死，宝宝也 hold 不住。好，我佛拉起大堂啊，小死再挂法系，罗汉金钟金青啊，这把我面对地听也没办法出师啊，就是有点破血大堂，攻地听杀法系，这除了飘逸还能用什么来形容？只能用飘逸二字来形容。宝宝要飞啊，干一只飞一只。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哦，飞光飞光，难受难受难受。诅咒之伤，破甲术全上套餐，摄魂，哼，这化身一张纸你知道吗？两千六，两千九，没了没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收割了。收割之前还给你来个法术动画，对吧？坤坤。